你说那卫生纸还擦眼泪？这时候我就好气呢。接下来是我们这一年的回顾。对，其实啊，我讲、这波被 guess 的话，其实弄也做回顾的。会回顾，而且我想今天的特别节目不是回顾，而是反省与检讨。我就是把以前那种剪掉 NG 的哈，嘎掉还全部嘎起来。那能看吗？其实精华。其实不是，其实我们播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反应就说。你那东西 NG 呢？其实那个已经是可以的，我不是，其实要看的才是真的 NG 的。那个是 HG，High Quality， 基本上直接加起真正 NG。所以你要怎样讲呢 ？NG 才我恐怖。我们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跟各位在。但是我想，我要感谢我的父母给我这个机会，我感谢我的老师，感谢我太太，我感谢李登辉总统，我感谢克林顿，他。有中美防御条约，使得中国不敢打过来。我感谢上帝，他给我这个恩典，让我能够认识他。我感谢上帝给我黄国伦这个烂朋友，有他我就觉得生活充满快乐，因为只要有他存在，我永远不是最烂的。我感谢上帝让我看到《库斯拉》这部电影，使我知道原来朱月信就是库斯。Godzilla, I love you. 所以电视机的青年朋友们，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一起来感谢。哦，感谢 Godzilla. Sometimes I feel something wrong because God first.你真的是很那个，是感谢赞美上帝，感谢。我跟你讲，基本上我是觉得是说，能够跟这种人相处，我就可以跟库斯拉在一起了。OK， 基本上我就意思就是说，来，丢给我。如果可以跟朱月信一起主持节目，我也当行库斯拉新瓦沙当。这是怪库斯拉 ，Welcome to 库斯拉。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年来我们的 NG 的镜头，那这是我跟各位讲哈，很可怕。但是现在各位先，如果说有高血压、心脏病的病人，现在请把药放在旁边。那如果是你会狂笑不已的，会喷口水，现在请戴口罩。而且你如果笑起来会打人家的头，请戴钢盔。啊，我们现在要播的是。很可怕的 Happy Time Happy NG 镜头 Happy 以下的镜头列为限制级 Happy Time 对啊，以下的镜头列为限制级，是限制有大脑人看，限制 IQ 超过85以上，85以上的不适合观赏，还有年纪超过34岁以上不能看，黄国伦就不能看。不是，年纪超过8岁以上就不看，他们就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因为基本上接下来跟卡通影片是一样，而且是比较低能的那种卡通。对，就是那个爬爬的赛罗门，爬爬的赛罗门。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主持电视节目，其实我很紧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黄国伦的创作已经走到一个瓶颈，很走不下去。他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节目，然后因为我的创作力是非常的源源不绝的，所以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节目，让黄国伦可以有一点人生的反省。是不是这样呢？对，而且工地秀又都不接受我的去表演。然后我是怎么样呢？因为我的信仰走到一个瓶颈。
我感觉相信上帝是很奇怪的事情，可是黄国伦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那这本圣经可以从后面背到前面，所以我希望能够跟黄国伦的合作，然后让我的信仰坚定坚固。以后呢，我看到哥斯拉就马上会很讨厌这样子。我现在还是很喜欢他，没有办法，因为我的信仰比较不坚定。所以呢，咱相得益彰嘛，对吧？我们这个节目一定越做越脏，我们再来做一下，就是这样子。我是觉得我跟你做是来坚固我的信仰。因为说你行你这种人都能让这节目，我真的是相信上帝是存在的。连这种人都能让这基督徒，那开玩笑，做基督徒很轻松很愉快，对不对？歌词你加给你，看你有法度来。就来啊！人是人，我要唱的时候你又换了啊！什么东西？你说人生像什么？人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人？人。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像他弹的音乐，弹的听到要死，好好听到他弹到优美，非常。还是下一个。你说人是什么东西？人生像什么？进来有数不尽的人在研究人是什么东西，就你而言人是什么东西？哦，人生又像什么？哎，歌词要写得对，以后写长一点。你可不可以换一个和弦？Welcome to Happy Time Again. It's Good TV. 欸，我觉得你有一个本事，欸，你可以把一个场面弄得很尴尬，然后不知道该怎么结束。我是知道，是你不知道，而且你也喜欢把那个尴尬的场面呈现给全国的观众，我觉得很尴尬。其实尴尬是他嘛，对不对？我一点都不尴尬。你看，再次，希望过去的一年，你们在这些 NG 的镜头也看到人生的百态，反省。是否你也跟我一样，这样子你还不会想求进步吗？难看是有最小值的，不能再难看下去。祝福各位，新的一年我们要看 VCR，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还要回来？你确定还要回来吗 ？He was very hot， 他曾经是这么的红，但是呢，今天黄国伦要东山再起，咱作为这亲人兄弟姊妹呢，爱甲国伦记得。希望呢，后一摆。对，我不喜欢这样。其实我不喜欢，我你不喜欢人家帮你祷告，不要这样子用那种苦肉计博取大家的眼泪同情，我不需要。好，求求另外一个。我需要小弟在这边给他办一个。不，其实我是觉得说 ，I was very hard, still I'm very hard, I will be very hard.Always 哈，我跟你讲，虽然我真啊哈，小夸 key 是吧？嘛，你讲着张 key 话者。虽然你哈，你真啊，敢那狂言平步青云，但是你是病的，你知？我不是病，我是一直在 key， 一直 key 哈。但是你一直 key 的，我得来去堵在你最高点。但是呢。我跟你说 ，Oh my God！ 但是我跟你说，我不以为今天而羞耻，但是你也不要因为而骄傲，你知道吗？因为你的最高点多少级，我盖了哎，你当真？但是我没，兄弟讲，我们也跟他得劲，我们。请跟各位报告一下啊，其实我
欸、你可不可以不要替我安排我的人生？我可不可以自己讲话？谁在跟你安排人生呢、啊？其实你看我们你今天回避问题，其实我们在已经先喜，我们两个真的是在演绎出人生悲喜剧哎，就是安尼啊。我不喜欢被你引导我的人生走到什么方向。有时候我现在吸大便了。我可不可以现在可不可以去上厕所？不行 ，OK， 不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录影。安的呀。各位不要看了，受不了。为什么？讲一下看的感觉，然后再唱歌。我喜欢你。喂，往下唱好不好？因为当我觉得悲伤时候，你不会立刻叫我立刻高兴起来。我喜欢你。少唱一个字，那个字很重要。好。因为当我觉得悲伤时候，你不会是老师让我立刻高兴起来。你还是少一个最重要的字。我喜欢你 ，I like you because 我是真的喜欢你。因为当我觉得悲伤时，你不会老是要我立刻高兴起来。Welcome to happy time。弹一个高级一点的和弦好不好？赶快啦！你要舒服的，我做啊，舒服了还是这样 ？Heavy 的 ，Heavy 的，来。换一步，来换一另外一条，还有下半部。要是你生别人的气，别人根本不在乎，那实在太难受了，我太难受了。所以我喜欢你。OK， You are so beautiful。To me, can't you see? You everything I hope for. 有这个词吗？You everything I can, any I do, I swear. You are so beautiful. You're just so beautiful. You are so.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首歌？也是要我上球那样的。因为这首歌的和弦很棒。你做成低了，我靠，不行低。你看你做那什么样子啊？对啊。如今不会唱歌的出唱片。对啊，天理何在？但是的，感谢主。这不是天理，不是这是上帝的恩典啊。Amen。啊，不会唱歌可以出唱片，不会写歌的也可以写歌，还有人买。
而且不会主持的两个都是好厨子，对不对？对，不会制作的，不会摄影的，那都不完美对吧？但是干不下去。你确定他不会摄影？哎、欸，我刚刚也镜头歪歪，可能不是那样子。等一下来看，不会做制作人的、啊、也来做制作。最奇妙的是，不会开电视台来开电视。对啊 ，Amazing Grace。你什么时候会跟我说你爱我？你不要哥哥好，你不要跟我调情好不好？我调嘛是跟他调情啊。你调情那个味道好好难看啊。你说啊，我调情给你。那你觉得？你觉得？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跟我说你爱我呢？啊，查甫人好用，因为查甫人对我爱你吼，无讲介尊重对不？对。你叫低级的呢？你叫我那个炸嘞？你叫低级？我是低级，可以念猥亵。你为什么把爱情放在那么后面呢？重来。是吧？有爱情嗎，有爱情，对，因为你太难会看到这个节目，你完蛋，你打电牛头卡，打电牛头卡，你让闺女，哎、啊，你看到黄国伦他就转，他看到你在提他的时候，他眼睛发亮，他心中小鹿乱撞，他开始有一种幻想，当他会回到少女的时代，他想到说，他为你煮饭、洗衣服，为你生小孩，终于他可以听到他的老公在电视机面前说 他，然后他很感动，他放下他的吸尘器，然后你说，我太太有恩情，恩情，亲情，哎。还有爱情，想到然后他就眼泪掉下来。你今天晚上他已经换钥匙，就是他的锁已经换了。其实我们应该唱一首歌，不要就每次都乱唱，这样大家也就觉得很无聊，好吧？就是我们来唱一首歌。身材爱子，他名叫耶稣。啊，不要不要不要，这首。哎，我例如说，我唱一段，然后你说哦。这条歌就会听啊嘞，好，来我随便唱。我讲这条歌就拍嘞。咪结果那上字的话。I worship you, Almighty God, let's not lie.I worship you, the Prince of Peace. That is what I want to be. I give you praise. You are all my righteousness. I worship you, the Prince of Peace. There is none like you. 媒体时代的民在改变，以前无论民生或是日日相连，反复数字都想要出名，先决条件是必须要得到名望。所谓名望是帝的立功立言，古代的名夏日想念名字是人的历史，名是标志，用证明自己和别人不同。猪扒肥，好，哎，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谈？你把我整个对人生那种人生到底是什么？哎，你找另外一个人来跟他配搭吧，我再受不了。人生亲像海上的波浪，哎，马上变大调。关东煮啊，关东煮，明天你依然爱我吗？人是无毛的两足动物，而我不同了。人是会会连同应该连同，我必须继续忍受他。你可以把电视关掉，可是他还继续唱完。人是贪颜值的产物。袋子什么时候录完？袋子完了吗 ？I have a good time、欸。不要了，不要了。I have a good time. Yeah.
如果你有一些话要说 Just call me, call me, tell me。 如果你想说一些话对别人说 Just say, 对他说 Just say, 不要对我说 It's very easy, Just call your lover, call your mama, tell her you always love me. Yes, man, just call her and 对她说，不要隐藏你的感觉。So happy time， 这跟 happy time 有什么关系？ If you call her, she would be happy。So happy time. And I will be so happy also. See you. See next you next time. Bye-bye. 有 next time 吗？ Call me. Call me. 唱 next time. OK. Next time. You call me next time. 你call 随便。Next time, he will be better. Wanna see on the good TV? Next time he would be better. He will be better. 讲一下看的感觉，然后再唱歌。你知道吗？小时候哈，你教回来都有一个足大足大的感觉。在学校画图比赛、唱歌比赛、整洁布置壁报比赛，常常拢没有办法得到名次。我在教会里面呢，唱歌比赛常得到第一名，作文比赛也得到第一名。真的吗？唱歌比赛也得到第一名，我觉得教会里面满满有上帝的慈悲。这款这个考虑摆个第几台，炸的用硬掉，还可以做下去吗？你在教会唱歌比赛得过第一名了？就桌球比赛嘛，第一名，还有拉萨这种比赛，无啦，无迄种比赛。伫咱电脑上，遐干嘛讲？伫比如讲，伫学校吼，有过来千个人对吧？你唱歌比赛，或者是画图比赛。但你迄个教会是聋哑学校诶教会。是，电脑干嘛讲去教会有真多成就感？我就都在自我实践。破碎江河，破碎江河。阴雨森林的江河，我真平安，我真喜乐，因为 Jesus, because Jesus, 因为耶稣赐下活水江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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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信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凡信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凡信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Bravo, bravo。吹一首感恩的歌来。I want to thank you, Lord, Thanksgiving. I want to thank you, Lord, Thanksgiving. 我要为你给我的一切和你为我带走的一切都感谢你，你有你的美意。 I want to thank you, Lord, for Thanksgiving. Thanksgiving. I want to thank you.
given， 我要感谢你给我的一切，还有感谢你带走的一切，因为你有你美好的旨意，我感谢你，感谢你。Oh, thanks is given. Oh, thanks is given. 我们学会感谢，我们生命就有喜乐。Oh, thanks is given.只要 sense is given， Oh Lord， 叫我常常感谢，感谢主，为着一切理所行事的物件，感谢主。真感谢哦，唱了好听，真感谢哦，感谢主。你唱我歹听，我袂来感谢啊。唱了太久，我嘛真感谢，我真感谢，我嘛真感谢，哦，真感谢，哦，真感谢，哦，真感谢。我咧真感谢，唱台语，啊，唱国语。谢谢各位收看，感谢，真感谢。我在动不了，会不会动不了？写信来 ，email 给我们来讨论，说这个节目到底怎么烂，怎么烂，怎么烂，怎么烂。虽然你讲的他也不会听，但是没有关系，你要做一个勤奋的人，你不能够。我现在不想讲我们节目烂，因为我觉得我们节目烂不用讲出来。Will not， 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我们要做一个勤奋的人，我们两个要多花一点时间，好好的。研究脚本，好好的把这个脚本阐扬出来，每一个字都背下来，这样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做到。您说对不对啊？这样做好不好 ？OK， 所以各位祝福你们有一个勤奋的人生，每一个勤奋的人生都会成功的。Happy time， 就你，恭喜啊！